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刚买回来的植物呢，有很多的问题，比如虫子多、细菌多，然后呢，有可能还会出现烂根或者根部受伤。这么多问题，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一的处理呢？有没有办法一次性处理完毕？有的。今天我教大家一种专用于花盆种植的方法，有了这种方法，您可以一次性解决肥料、杀虫、杀菌，甚至土壤改良等等这些问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伊拉克僵尸爸爸。刚买回来的花盆总有很多问题，这也是我不喜欢去网上或者是在花卉市场买花回来的原因。我个人呢更喜欢自己繁殖，但是呢没办法，有时候自己找不到那么条件、那么多枝条、那么多款式，所以呢我也只能随大流去花卉市场买花了。这盆茉莉花呢，是我老婆前段时间买回来的，基本上已经恢复了生长。但是恢复生长之后呢，我发现有几个问题。第一个，虫子。我在前几天在整个花盆里面发现了三条小青虫，我也不知道它哪里来的，可能在土里来，也可能从其他地方来。第二个，在换盆的时候呢，我发现它有点烂根。这烂根呢虽然不是很严重，但是呢一定要及时的处理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这花盆里面这土壤呢营养非常的缺乏，这个应该是种在大棚里面的植物。这么缺乏营养的时候情况下，这茉莉花能开花，我都觉得它很神奇了。这如果你想让它继续长得好了，你一定要及时的帮它补充肥料。三个问题是不是要需要三种处理办法呢？不用，今天教大家一招解决。一种办法解决浇水、施肥、杀虫、杀菌等等这些问题。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个比花盆稍微大点的容器，然后里面装满清水，然后呢我们开始逐一的解决茉莉花身上存在的问题。第一个，茉莉花有细菌、有烂根，所以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杀菌的药，比如高锰酸钾或者多菌灵，这些东西都能非常有效的杀灭花盆里面的有害细菌，一般情况2到3滴左右呢就可以了。这是杀菌药，红色的挺好看。第二个问题就是花盆里面营养比较缺乏，所以为了补充它的营养，我决定用点啤酒水。啤酒水可以非常有效的帮那个植物补充营养，同时解决土壤板结的问题，一般情况2勺左右的量就够了。由于花盆里面已经加了这两种东西，所以呢，但是呢，这两种东西都有个共通的特点，就是没有氮肥。氮肥比较缺乏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加点黄豆肥水。黄豆肥里面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成分，一般情况呢制作也比较简单，所以在家可以制作2勺到3勺的量也就够了。这样子把它搅拌均匀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完成了，然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。搅拌均匀之后，你可以发现这个液体变成一种淡淡的红色，有一点点的酸腐味，因为里面加了黄豆肥。可以适当的再增加点那个啤酒水，因为啤酒对于土壤板结来说效果非常的好，量可以稍微多一点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把整颗的茉莉花放进水盆里面，刚刚好，这样的方式让它静静的浸泡，基本上浸泡半个小时之后呢，就完成了所有的工作。我们一次性的帮整颗茉莉花补充了肥料，完成了杀菌，还做了土壤改良。我在楼顶养花，没有专业的喷雾式的设备，所以呢，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去改变我们的土壤，改变茉莉花的生存环境。如果你在家有喷雾的话，也可以适当的用这种水溶液直接喷到我们的植物上面。当然，前提是您家的植物没有开花、没有结果或者没有生病。如果您家的植物正在开花、正在结果或者正在生病的话，千万不要直接喷，
就这样泡效果会更好。如果直接喷呢，很容易导致叶片受不了或者花朵受不了，就导致花落叶黄还有果子掉落等等这些问题，这些我估计都不是你想遇到的吧。另外呢，刚刚买回来的花卉呢，给大家一个小建议，就是像我一样在花盆里面撒些珍珠盐，如果有沙子呢也可以用沙子。这东西呢不仅是可以那个疏松透气作用，更多是在花盆里面做到一个保护的作用。有了这些珍珠盐在这里呢，我发现少了很多虫子，起码在花盆里面我很少看到蜗牛的身影或者鼻涕虫的身影，可能是因为这个珍珠盐呢有棱有角，有可能扎到我们的那个蜗牛或者那个鼻涕虫，结果呢他们不敢来，我花盆呢就少了很多问题了。我在家里养花，基本上每一盆买回来的植物都会用这种方法浸泡半个小时。我用了这种方法之后呢，我发现从此以后我家的植物呢就很少生病，而且呢效果都非常好，基本上买回来的花朵呢是买一盆能活一盆，很少出现呢烂落叶啊或者烂根啊或者枯萎这些情况。当然呢，网上买的花朵另外算，只要是在花卉市场买回来的小盆栽，基本上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呢去浸泡，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。用了这种方法，你会发现您家的植物只会拼命的开花，拼命的结果，拼命的长嫩叶，没有出现烂根黄叶或者是花苞掉落这些问题。至于大型的植物，我真的想不到什么方法。如果你在家里有试验过大型植物的该怎么去帮它一次性解决的话，不妨在下方留言教教我，让我少点烦恼。好了，今天简单介绍到这里，我是易拉克僵尸爸爸，感谢大家，拜拜。